个不是一样吗？副歌，金枝的，副歌叫瓜娃子啊，叫瓜，你不能这样子，四川话瓜娃子是骂人的。这儿看不到你家，我家就在树林下面，在树林下边是吧？对，树林下面。24个字，那嘴贫啊。就是今天那什么，今天那些叔叔阿姨们说我什么的，我都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昨天我那个事儿，我觉得挺好。然后，我你们说啥我都开心。哎，要不要去找山货呀？我们到那山顶上去找山货吧，哪一天？找山货吗？嗯。那么远？我爸爸他经常就去那里找山货，那山顶上很多，那海拔是最高的地方了，我们这边。是吧？那我能去，我去得了不？我主要是海拔很高，你可能去不了。组个队去呗，就咱们两个人去。有没有想到那山上去找山货的叔叔阿姨们？就那山顶上面，我们这里已经是一座山的山顶了，然后在那山顶上面，你干嘛？啊？没事。什么？富哥都不敢露脸呀！哎呀，富哥要做。富哥说他不做网红不露脸。我要做那个金枝，特别就是金枝背后的男人，好不好，叔阿姨们？啊，昨天见婆子妈高兴吗？金枝，就婆婆妈妈。我没有见婆婆妈呀，昨天是视频的。视频不是婆婆妈妈。视频。你都给人拒绝了，咋办？啊？小富的助理啊，小富的助理回成都了，然后可能还有两天再下来吧。金枝那个事儿也办的差不多了，成都还有其他事儿，他得去办。嗯，对。富哥和金枝合个影，来，我们合个影吧。自拍。自拍。嗯、他们看不见。嗯。对，没。对，粉丝想看呀，我说了，金枝把那个衣服给我做好了，咱穿着一堆衣服和金枝。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催我，让我把衣服做好。慢慢做嘛，不急嘛，对吧？那个衣服做的很复杂。慢慢弄，手绣的，一针一线的，他们那个一绣是吧？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富哥长得不好看，对，小富长得不好看。一般长得丑。刚刚那个有个叔叔他说，富强是金枝坚强的后盾，不对。我和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才是金枝坚强的后盾。嗯，我们那天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都答应过我，我们要一起保护金枝，对不对？你们前面有没有答应过我？有答应过我的在公屏打个一好不好，叔阿姨们？对，连这么善良的女孩不保护她，保护谁呢？一步一步看过来确实也挺不容易的。哇，真的9981的，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是去年，从你认识我开始，然后就一直都认识金枝了的、嗯、对，所以他们知道我们两个之间过来这一段路程有多么的艰难。但是现在还没有在一起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彝族有个习俗，他们不能谈恋爱，只能相亲，就是说现在他爸妈是不反对我来找他。但是就是说咱们还是要那什么，相亲是两个家、嗯、两方家族见面就叫相亲，然后就是男方拿彩礼到女方家里叫定亲，然后第三次呢就是结婚了，这才能这个样子、嗯、如果说你要谈恋爱，你必须把亲给定了才能谈。如果说比如说你们分手了，或者是我们不结婚了，就说明你们谈恋爱失败，那就要退双倍彩礼。嗯，就比如说富哥不是一直说，他说大家都说我的彩礼值100个 W 吗？其实也不值那么多、嗯、但是如果富哥给了我100个 W， 如果我不愿意嫁给富哥了，那我就要给200个 W， 知道吧？一共要多少时间才能结婚？多少时间我没看懂。聪明的小富发动大家保护金枝。其实叔叔阿姨们，因为像金枝他真的说实话，金枝善不善良，叔阿姨们，善良的咱们打个善良，不善良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我相信金枝他肯定会越来越好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吧，善良是吧？
金枝小腹快定亲，这个得然后我们彝族呢，他我是这么想的，金枝，我也就直播间也很多叔叔阿姨们，我这么说吧，我是想的是今年春节你跟我一起先回成都，去我家先见我妈妈，然后不能去你家呀，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？我不能去你家，见我妈妈去我家吃饭嘛，吃完饭我给你安排酒店嘛。按彝族来说就是不能去你家，那就外边吃嘛，外边吃饭见个面。像你们如果说是去拜访阿姨的话，是一定要去登门拜访。对呀、啊。那怎么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一起帮忙告诉一下金枝好不好？就必须一定要去家里面。带回家的才是那什么的，是吧？可是我们是的，咱们打个是。在结婚以前都不能去男方家里面。必须去，得去，因为他只见了我妈妈，还没见我爸爸呢。然后家里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，那这个我得给我爸爸妈妈说一下，因为去男方家里面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要的。对，到时候可以，我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去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就见个面呗。一起去那就叫相亲了呀。也可以啊，到时候我不要那么快。那什么，我到时候我安排几台车，到时候来接里边的，接你的这些亲朋好友呀，然后你爸爸妈妈呀，好吧？不用。嗯。那个不是那个相亲的话，得你们家那边的亲戚到我们县城这里，然后我们也到县城。不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们，你先到时候你给你爸爸妈妈讲，然后我们先回一趟成都吧。回趟成都，然后见了我爸爸妈妈过后，看一下我爸爸妈妈同不同意吧。然后我就叫我爸爸妈妈下来嘛。嗯，行不行？得看我爸爸妈妈同不同意我去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那个金枝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同意呀、啊？那我觉得多半，如果说按正常情况来说的话，是不会同意的。我觉得会。正常情况下来说，是真的不会，因为彝族在结婚以前，女方是不能去男方家里面。人家就会说闲言碎语，哦，你看那个小姑娘，都还没结婚就屁颠就跟到男方家里去了，他就会这样子来乱说，知道吗？谁会说呀？你去我家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？我的亲戚他们肯定会知道呀。他们亲戚会说你的闲话吗？会啊，就是亲戚说啊，就会说，他就会说。他就会这样子说我，比如说我姑姑啊，他就会骂我的，他就会说我爸爸，他说老姑你那个女儿不好的管得起，婚还没有结，你就让人家在人家男方那边去了，对哈，人家男方看不起，说哦婚都没结就傻皮傻死的就跟到过节了，就这样子四川话就这样子说，他就会这样子来说，然后我爸爸那边就会有压力，知道吧？怎么不？我觉得汉族是可以去男方家里面。对呀、啊，见了爸妈过后嘛，然后再约双方的父母一起见面嘛，对吧？然后就说那个。我们是不一样的，就比如说我跟你现在认识了，嗯、然后我们一定要通知双方的家庭家族，然后互相见个面。见面以后，然后定亲我都还不能去你家，是你来我家，嗯、你来我家拿彩礼过来定好亲以后，结婚那天才可以把我接到你家里去。那就不去我家，那就不去了，不去了。然后咱们就去成都，然后我叫我爸妈一起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我妈做菜特别好吃，哎，你在外边，在外边怎么弄？怕我爸不同意呀。我要不我就问一下我爸爸吧，要不要问一下？不问的话就不去，如果问一下的话，可能有可能会同意，有可能不会同意。到时候问了再说呗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该不该问一下我爸爸？对，咱们要有没有必要去问一下？肯定要给爸爸妈妈讲，这个是必然的。讲是讲，就是说有没有必要给我爸爸说一下？其实我呢，小富呢也肯定会尊重他们的一些习俗的，这个是必然的啊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您放心，肯定要尊重他们的习俗。对，说的对，对，问哈，都要问哈，可以，大家都说要问，那没问题。问，给他汇报了过后，我们点点赞赞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给他汇报了过后，他们同意了，咱们就去成都。然后不同意的话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呗。嗯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去成都，按照我昨天我妈妈那个状态来说，感觉应该是同意我去成都的，只是说他就在想着同不同意我去男方家里面，知道吧？
那如果说你像你现在不是不跟父母住一起吗？嗯，那如果你结媳妇儿结婚的话，是把媳妇儿接到妈那边，还是接到你自己家呀？按道理来说，按我们汉族的来说啊，是接到妈妈家里边。哦，那我就肯定就不能去你妈妈家里面。然后就我结婚是嫁到哪一个家的，我就不能提前去这个地方。彝族的规矩，你在结婚，你去出嫁那一天必须是头一次踏入那个门槛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这样的呀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到时候我来处理吧。准备咱们再走，再走，咱们再逛逛。这上边的空气是真的好呀，冷，冷吗？我把衣服脱给你。不是，我说这空气冷。啊，这边海拔高，然后有点儿，哎，也没关系的。这个因为大山里的姑娘嘛，就是很正常，对不对，帅们？大山里的姑娘很正常，就是没有接触过太多的东西。对，小凤，你结婚的时候能来，我到时候我会邀请大家的。那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我邀请大家，大家会不会来？有房子，有那个志明哥房子有的啊，您放心。对，来哈，那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哪天小凤结婚的时候邀请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过来的话，你们房子里面都塞不下吧？会不会来？我们在酒店呀，会来的咱们扣个一好不好？但是不用随礼，人到就行，好不好？不用随份子，然后人到就行。对，好不好？福哥要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。那是谁呢？福哥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。那是谁呢？不知道。对，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点一下预约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先问一下他们是哪儿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是哪个城市的？咱们把那个城市的名字打在公屏上边，好不好？分子不出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我们，我想要的是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的祝福，不是要分子，而是要你们远道而来的那个祝福，知道吗？而不是说，哇，湖南长沙。青岛的、南京的、云南的、四川、成都的，成都的那就好说了呀，对不对？成都那就近了呀，对吧，叔阿姨们？福建的、吉林的、北京的，不是银子就是金子，哈哈哈哈。他们说我们这边名字叫金子的人很多，真的，你们有听说过多少个叫金子的人？他们就听过一个，就是你听过一个，哇，全是五湖四海的叔叔阿姨。你们来过四川吗？叔叔阿姨们来过四川吗？来过的扣个一，没有来过的扣个二，好不好？他们来过四川的，来过。四川全是高山，希望你们多来高山地区旅游。那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没有预约的预约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一个，我看到有一个人 说好多都没来过呀。嗯，他说欢迎你们来到四川旅游，来增加我们这边的 GDP。他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四川是我的家乡，对，成都啊，多次去过。金子是家里边的老大吗？不是，老三。老三。对。对。因为我还有个哥哥，有个姐姐，然后我就当初以前是那个，你们知道以前是有那个计划生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就生我下来，她就赶紧就被人抓去跟那个什么，然后就没有弟弟妹妹了。不然的话我起码还得有五个弟弟妹妹。我们彝族他生小孩生的比较多。对，那天我跟金枝商量一个事儿，叔叔阿姨们，但是我又我想给叔叔阿姨们汇报一下，但是我也有那个难言之隐。你们想不想难言之隐？你们想不想听？想听的咱们打一个响，好不好？我给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，就是我有所顾虑，但是我又想去做这个事儿。啥事？你说的是哪个事？对，我们是天府之城，对，荣城。天府之都。